越搞越奇怪。休息一下，等一下超神大来宾。欢迎收看《音乐这个赞》，我是士林。今天我们新景的第一组大来宾，马上欢迎超神大来宾东城卫。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大家好，我是东城卫的鼓手，我叫做明。哦。我是东城卫团长兼吉他手修。修。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我是东城卫贝斯手，我叫邓。好，邓。耶、，Hello， 我是主唱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很好奇，就是这次什么新作品？这次就是我们东城卫的首张同名迷你专辑。首张同名迷你专辑，对对对，要不要介绍一下？好好跟大家讲一下。OK， 其实这张专辑其实我们算是准备了非常非常久。那总共有六首歌，所以是迷你专辑。不过这六首歌其实没有三首歌是我们之前在《终极三国》这部戏剧之中，然后没有使用在戏剧，对，可是并没有收在电视的原声带里面。哦，那所以这是特别把这三首重新编曲，然后制作录音，然后再加上三首新歌。等于是立出道就立刻出了一个精选的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有点类似精选加新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拍戏，那在这部戏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想说要迅速的出一张专辑，先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一个乐团，因为很多人的认识都觉得，哎，你们是电视上的人吗？对，对不起，对，我就是包含在很多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一直以为就是，但我不晓得你们真的是一个，但其实我们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有十几年了，我们都是一直在玩乐器、玩音乐这样，哇，对，就是一直都一起。对，一直都一起，从高中就开始。我跟他是高中同学，对，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我跟他是小时候学乐器就认识，小时候学。然后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亲兄弟。谁跟谁？他们两个啊，修跟介。对，你是哥哥，对，我是。哦，哎，终于，猜对是爸爸。全家福又来了，乱讲话，哎，干什么？好了，其实这次很开心，就是有新作品跟大家见面，对，很开心来到本节目。但是接下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包含可能比较很多人认识你们是从戏剧当中，也包含之前我自己也是。好，那接下来呢，讲到戏剧，等一下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考一下东城卫这个团体。我告诉你，团体最容易被他考这个默契，我们也常常被考，好不好？马上要跟东城卫进行真心话大爆料。我们最喜欢跟团体玩这个游戏，对，单人来的话我们都不玩，就是跟团体，然后下次他们就不会再来上这个节目了。下次来少了几个，下次来少几个，真感激。好了，现在每个人手上有一块板子，然后呢，我这边有一些问题，好，马上进行真心话大爆料。第一题，请问东城卫这个团体中，每个人都会一些才艺，都会乐器，但是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才艺是很瞎的？谁的才艺最瞎？谁的才艺最瞎？好，例如说，我本人有一个非常瞎的才艺，在大嘴巴里面公认是超级无敌瞎，就是我本身除了饶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才艺就是立即瞬间的双眼皮。有没有？瞎，瞎，对，就是这种类似这种才艺，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要写下来吗？要写下来。你觉得那个人才艺真的是太瞎了，然后不要给旁边的人看到。然后等一下给摄影机看一下，好不好？好。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嘴巴上综艺节目那么喜欢被玩这种默契大考验。有的很谦虚哦。四位的答案都已经出来了，都写好了吧？别说。好。那我们现在要翻板子了，数到一，三。二一，请翻板。哦，修邓明邓，所以邓有两票，最瞎。好，既然邓有两票的话，我们就先从修开始看，好不好？因为要好的要放最后嘛。哦，好，修。舌头，没错，我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子，但是其实这很难哎，真的吗？我从小到大一直以为大家都会，你知道吗？那结果你没有发现说大家都不会？对啊对啊，就我小学的时候表演给隔壁的女生，然后坐在旁边的女生一表演给她看，她就哭了。就交往了？没有，就吓哭了，落泪了。好，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当时是怎么表演的？嘿，小妹，你看我的舌头可以这样哎。开始哭，就吓哭了。哇，很厉害！等一下，小美，你看我的舌头可以这样哎。果然是一般人，你这样可能更可怕，好不好？可能会被告，可能会被告死。好啦，接下来压轴的
我是邓啊，对，这个虾，但是也都没有，哎，有还有附注，附注折耳，对啊，我写字也是折耳啦。这其实折耳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吗？他这个虾了其实蛮有便宜的，真的吗？对，就是虾了，就我每次弄这一招就屡试不爽，大家看完就都会想。好，请表演，请表演，表演打招呼。到底什么叫做折耳？问好，问好，这招叫问好，问好。为什么？自我介绍，自我介绍，请自我介绍。好，他好了，大家好，我是你。等一下，那个是你可以控制的吗？我可以控制。天哪！然后我小时候两边都有，就是当然我是喵，两只都可以。你是精灵族的哎，对啊，因为小时候一直很爱折耳朵，折到就是很软软的，很软。它风吹的时候耳朵会这样。所以你跑步的时候，你这边会这样。真正的招风耳。对啊，我曾经折耳朵折就是超过大概五分钟以上。自己电话响，我自己就接着，哎，怎么听不到？喂，自己都不知道，还要自己这样子一下，对，哇塞，这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一题真的不瞎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人比我瞎啊，你们的才艺都非常厉害，我觉得特别。好了，赶快来进行下一题好不好？好，麻烦一下啦。下一题，东城卫当中呢，你知道团体当中总是有这种人会暗自比人气，到底是谁会比人气？就是那个人是谁？就譬如说哦。就会想说，哎呀天哪，今天怎么修的人数超过我的啊？修的那么不红，你到底在干嘛啊？他做了什么事？好，哗众取宠。好，分别写下你的答案。不要迟疑哦。好的，现在全部都写好了，三二一，请翻牌。三二。一，修修都还好，另外三人，等一下我讲不讲？我要讲，我告诉你，这种时候讲另外三个人的人都是最有问题的人，好不好？另外三人的我先出去了，接啊，好，对了，好，修有两票，然后邓一票，然后借，先从借开始哦，先从我吗？对，为什么你会说另外三人呢？大概从这几场开始，我发现每次都会有一直有人提到，就是譬如说像属于我的粉丝的话，譬如说他们都会取名叫戒指帮，他们说戒指帮也蛮有创意的。那个戒指帮的人数好像又增加了，对，我最近常常听到这句话，对。然后为什么我写另外三人呢？因为我其实无法辨别到底是谁讲，因为太多次了。哦。太好了，开始游戏，我们期待火花出现了，耶！好可怕，我有点害怕。再来是邓，哦，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好，因为成军很久了，对，就是谁胜出谁败，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是，那我为什么后来写我，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心里觉得，其实他们三个应该都比我好。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就你知道，有时候收就是签啊，收礼物啊，对，留言啊，总是你知道，三个人总是我就是落败就对了。哦，就是比如说今天修胜出，然后最近他胜出，然后就。其实就是落败次数比较多，对，我会落败，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大家就这样吧。哦，其实但其实这是一种，你知道，有一次受到伤害，还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就收了很多粉丝的礼物嘛，对，生气，然后我们拿回家里，因为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说好，让我们来分一下好，然后其实我们都很懒得分，就先去洗澡或干嘛，然后但教授好，来帮大家分类，哎。来，这个是明的，来这个是借的，这是修的，这是明的，这是借，这是就说分完也没到后来变成修一票，明一票，就是分完之后洗完澡出来，发现邓自己一个人在那哭，然后三对，就是都分好之后，然后比如说修一袋，明一袋，然后借一袋，然后我就算，拿了两张卡片之类的，好心酸的感觉。有真的有曾经这样。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特色不一样，你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族群的话。我觉得你看戒指帮，好不好？修车帮，修车帮，真的。四海帮啊，你一定有你属于自己的帮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题，我们今天非常弱题目。第三题我要问的是，麻烦各位先把答案擦掉。好，第三题，请问，因为团体。是四个人，所以呢，团体们在上通告、上活动的时候，谁最不受控制？所谓不受控制，就是比如说爱迟到，然后或者是你在跟他讲什么，他都不听，耳根子很硬。他说你穿这件不好看，麻烦你去换一下，但是就死都不换，就死都不换，死都不听。哦，
好，像最爱迟到呢，在大嘴巴里面呢，就是我本人。好的，现在要马上公布答案了，三二一，请翻板，三二一。噔噔噔噔，哎呀，戒指王，戒指方胜出了，胜出了，好。戒指王，指环王来，指环王，人称魔戒。我有时候，但我好奇是迟到吗？对不起，不是，是，可能我们每个人不到吗？每个人不到，都不一样哦。我。应该就是所谓的不受控制，应该就是状况比较多种哦。对对对，例如，等一下，好，例如什么状况？迟到。迟到，好，还有。忽然间鬼吼鬼叫，忽然间鬼吼鬼叫，还有耳根子稍硬了点，耳根子稍硬了点，哦，很客气哦，很客气，很客气。好，那你自己有什么要辩驳的？我觉得都对了，对，都讲法，只要从没话讲了怎么办？迟到这个事情就要讲一下。哦，对，其实他的迟到其实是有正当理由，对，我们得帮他辩驳，辩解一下，因为他是个很细心的人。所以他出门前一定有很多小事情，他都要很 care， 甚至有些我没注意，比如厕所灯没关，因为我们住一起，他们三个住一起，对，然后所以厕所灯没关，他就要去关瓦斯有没有关，水龙头有没有关好，猫有没有喂，狗有没有喂，之类，然后弄完出来，就大家就等在那边已经老了这样。就我比较龟毛一点，就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不会这样做，但是我却会去这样做，可是这也不是坏事的。哦，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个传言，就是你千万要趁他洗澡前上。千万，因为他一洗会洗快两个小时，哇，超久，真的超久。就是有曾经洗澡洗掉想尿尿，没办法冲出去，冲去花圃，冲去外面，冲去外面电线杆尿。就有一次蛋农啊，就敲我旁边说：“哎，你哥今天洗多久了？”我想尿尿，我说哦，他才刚进去大概20分钟，哦，那完了，我先去外面电线杆，冲出去外面，那种夜深人静冲去外面尿，哇，太可怕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属于比较细心的、比较细腻的那种，对不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有更多的真心话大爆料，都超好。